曹安公路第四站万润国际酒店用品市场。作为全上海最大的酒店用品市场，整个市场建筑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，分成 ABCD 四大区。市场从厨房设备到中西餐具，从锅碗瓢盆到清洁用品，从酒店家具到客房用品，不管你是开酒店还是开餐厅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购齐。但是作为普通顾客来说的话，这边啊也是很有的逛了。很多顾客呢来到这边，第一感受就是店铺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从何逛起。为此呢，我也特意去请教了一下我们陶醉的老朋友徐明恩大厨，他可是这边的常客了，听听他怎么说的。刚才马上就要天冷了，用这儿都很多。里边有一家全上海星级酒店里边进的砂锅煲仔，都是在他们家进的。他的砂锅很牛，牛到什么程度，可以当铁锅来用，就是说你这个煲直接摆在火上干烧，保证你烧了炸不裂。价格我告诉你，家里面5到6个人吃的一个砂锅40到80。因为我们是找厂家直营的，而且我们的锅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可以干烧。对，而且我发现这边有好多不同的尺寸。对，我们最小的只有10几块钱，到这边最大的这个也只有70几块钱。70几块钱这个锅这么大一个。是的。更便宜的像这种传统的煲仔，最小号的也就几块钱一个。当然这里也有很多既上档次又高性价比的推荐。新出的有这种富铁锅，这个是比较有益健康的，如果你家里烧鱼头啊或者是焗的菜啊都可以，这个焗出来的味道会比较香啊。然后再适合家用的就是这种煲汤的，像这个大的可以煮一只鸡一只鸭，这锅也是可以干烧的，边啊都是修过的，就不容易磕碰，透气性也很好，因为砂锅最主要的还是要透气性。这个160块钱一个，但这个锅的品质不比外面那种300-400的差。B 区这里也有一家砂锅专营店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两家都逛逛看哦。让我们听听徐大厨还有什么推荐。我们说的家里的日销品在它里边特别多，价格只有超市的1/3。在 A 栋楼3楼电梯口这两家特别实惠，垃圾袋、手纸、厨房用纸、洗洁精，超市里边买22到24块钱白猫一桶，它里边30块钱可以买到10斤到20斤了。虽然许大厨推荐的这个酒店装的洗洁精啊，我是真的用不到，但是来这边呢，买什么厨房用纸啊、垃圾袋啊，还是很划算的。A 区3楼除了可以淘一些日销品，也能淘到不少烘焙用品，价格当然也是相当实惠的啦。像这样子的烤蛋挞用的250个只要10块钱，相当于一个啊就是几分钱的价格。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烤烤蛋糕啊，那真的是非常划算了。那除了徐大厨推荐的这些店呢，我还想去一些之前就被种草的店铺，比如说就像这个，哎，之前呢我就是被网上的这些漂亮的餐具吸引过来的。这些漂亮的餐具主要集中在 A 区1楼和 C 区1楼这里。这里的店铺大都有着精致的装修，优雅的摆台，当然最灵魂的还是这些精美的餐具。哎，这么多精美的餐具呢，主要还是以酒店批发为主，零售为辅的。但是接下来我要去的这家店呢，70%-80%啊都是有现货的，而且呢这家店可是网上推荐非常多的网红店，那就更适合像我们这样散客去逛了，跟我看看。像松昌盛这类的日系餐具店也是这个市场的一大特色，优美的环境、高颜值的餐具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。因为工艺复杂，这类餐具相比普通餐具价位要偏高一些，但是同样的商品相比外面的商店价格还是要便宜不少的哦。比如说这款碗的话，它在10块钱。10块钱。然后它外面这个花纹都是手绘的，还是蛮好看的，都是高温瓷。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比较花一点的这种呢？像这款的话也是才12元。才12元，那也就才贵2块钱吧。对对。哎，我听我有一个大厨朋友啊，他就在讲说，因为你们这样做这种餐具的，它的推陈出新的速度啊特别快，所以说有时候换下来的陈列品呢，可能出售的时候价格就比较划算了。对，老样品有下架，然后打包做特价处理，就是说一箱的话可能有20多个产品，就是整箱打包买走，算下来可能也就120块钱左右一箱。我觉得好划算啊，你看每一个都很美哎。
除此之外 ，AB 区一楼连廊这里还有一个折扣特卖区，都是一些商家库存处理的商品，但价格不到原价一半，甚至更低哦。另外，市场这里还有不少专营店，比如这家筷子专营店，筷子种类非常齐全。最贵的这双有着紫光檀的筷身和瓷器做的筷头，一双就要58元。最便宜的像这种散装的鸡翅木筷子，一双也才几毛钱。还有这类专营玻璃制品的店铺，也能淘到不少适合家用的好物哦。这个杯子要50块钱一个，好贵啊！对的，因为这个是那个水晶材质的。那所以如果说我自己家用的话，你有没有推荐一些比较实惠的？家用的话，你往这边看一下。嗯。这一些家用的话，价格在10来块钱一个，这边都是10来块钱一个，对对对，那感觉就好像便宜很多了嘛。对，然后还有更便宜的，还有更便宜的，像这一种水杯的话，我们的价位在1到2元。啊，这么便宜啊？对，而且可机洗，耐高温，而且感觉质量也很不错。对的，对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家用的白酒杯，价位就在几毛钱一个的都有。哦，那真的是很便宜了。对。对对，然后像这一边的话，像这个网红杯，这个好看，对，4块多一个，4块多一个，对对，这个便宜也可以，因为我们是工厂店嘛，然后价位都很便宜的。哎，真的，我发现你们这边价格就是从便宜的到贵的，哎，全部都有。对对对，这个范围圈特别大。对。第四站，万润国际酒店用品市场，从便宜实惠到高端精致，家用一样也能淘到宝。